我觉得就是西方人都说摇滚团体是27岁，但我觉得我们亚洲人的摇滚团体是比较晚熟一点的。就是这样讲也许会有点不敬，但是我发现好像是这样。比方说薛岳或是 Beyond 的家驹，他们其实都是大概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走掉了。薛岳好像再晚一点，就像我高中同学很多都已经结婚生子了，就是比较晚熟一点。现在这首歌一样是普遍上比较早期的歌。那我要在这边也要说一下，就是其实田浩有一些早期的歌我也会给我收录在我个人的专辑里面，因为田浩现在的状态已经跟早期的田浩不太一样，但我觉得这些作品就是对我来讲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东西，然后所以我还是会想把它捧成出来。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就是啊看到这里说哎怎么又是这些旧歌，就是炒冷饭，那得先自首一下，跟大家预告一下。那 OK， 那其实这首歌叫做《早安 Q 先生》。Thank you.
接下来有几首歌我要用电吉他来弹，就之前第一场在考古考试说不插电，所以我特地解释一下，就是我为什么要用电吉他这样。可是台中那边我好像没有这样讲，对不对？不用解释哈。